后来怎么样。好喽，时间叫我们要出来哦。你记得开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在改。这样子我都救不了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你听到了吗？酵母好，是你原本的声音。屁啦！给我屁！变身器，变身器声音吗？什么变身器？这是我本来声音啦。所以你刚刚一直用变身器伪装成博胜吗？对呀、啊，好累哦。嗨，梅子，我好像不想理你。干嘛理我啊？我是你好姐妹耶。谁跟你好姐妹啊？我们都是好姐妹。在想我吗？我在天上好想你哦。好啊，都不要说话啊，谢谢大家。你在跟梅子说话，我要你打墙。梅子说不回话哎、欸，神经病啊！我不是好姐妹吗？好姐妹不想理你。那我姑姑，我姑姑，早安早安。粉丝说教母万福金大家可以平身了，教母千岁千岁千千岁，哎呦，好久没有下凡来跟大家玩了，没资格不讲话，你发生好多事情哦，好累哦，你妈知道你现在在那边搞这个吗？哎、欸，你教母自己算好重击时间哦。喂，我听到你放这么多泡菜。Yeah。好了，不错了，也帮到忙。那各位的朋友注意喽，酵母随时会去拜访各位哟。敲敲个屁！不行哦，奇怪，因为我。超卡哇伊！我等一下要五十个双额币，就是粉丝可以购买那个酵母忘记就开始解释。有人在威胁我吗？讨厌你，你好坏！这次我会分你一半。OK。那我要成为第一个顾客。嗯，欺负我，他欺负我。我们要认真玩这个。这角色叫什么？雷格尔。嗯，对，我要玩格尔。格尔，很熟啊。南丁格尔。你为什么要跳？跳死人了！你好烦哦，你害我回不到我兵了。我要叫我妈过来。你吃不到兵怪我嘞！揍死我！大家好，我是神仙教母。对不对？我要改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神仙教母。神仙教母会帮你做各种服务哦，除了你想要的那些。那谁要啊？好烦哦！你们有什么话要跟酵母说的都可以说，酵母最喜欢跟大家聊天了。酵母不像梅子，开场每次都不说话，很不好意思，好奇怪，奇怪的梅子。我以后就是没有人想要听我，没有人想要听博士的声音，就每个人都点那个酵母的台。那叫我们要唱首歌吗？好啊，可是我很不会唱歌哎、欸，我唱歌就是那种所谓五音不全的那种人。我不相信啊！你可以点一首歌啊，我唱给你听。I believe。I believe。
你可以好高。你以为要模仿美凤啊？其实我跟美凤很熟哎、欸。是好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漂亮啊？好烦啊！你在烦躁什么啦？你这问题很多哎、欸，你跟我说啊！我完全不想理你，你不想理我。我跟你讲，那你只是心里面那种任性在作祟。其实你很想跟我聊天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你们这些女孩都这样。我已经帮过好几个小公主了，不缺你这。所以有需要我帮忙吗？下路。如果你愿意下来的话。下路需要我帮忙吗？需要帮忙就求我。I beg you。求求你，千千教母。好，我来了。求求你大显神威。神仙教母显神威。嘿，吃冰。我自己会吃冰了。好、哦，吃完冰你可以走了吗？啊！救命！我差点死掉，幸好死的是明叔。哎，声音让他大意的。梅子，怎么了？加油！应该听出来我对你的期望吧？啊？嗯哼。什么东西？是，我说你应该听出来我对你的期望吧？你本来就不应该对我任何期望啊！哎呦，爱开玩笑！我啊，一定会为各位带来胜利的。但如果输了呢？一定是你们的问题。知道了吗？就哎，等一下啦！酸牛让他拍啦！看着你眼里，你不想当吗？我死掉了！好讨厌啊你！刚逼过。我最讨厌讲什么脏话，我最讨厌会讲脏话的人。都不要理我，天哪！干嘛在跟我讲话？你们都不说话，很奇怪。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居然愿意让我笑，我开心哦。你还是跑掉了，可是你要死。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不等我啊！你看，把他死光了。像某人说在康熙看到你。那不是酵母，像康熙是我的肉身，暂时附身在这个身体上。好了，这不是神仙的音乐吗？才不是，那边就苏打绿的音乐。啊，都好酸！你在喊我要唱了。这是一首。这是一首，是什么？小情歌。我就要被邻居骂了。没事。嗯？你才杀了第二次人呢、欸。对啊。好棒哦！我应该怎么奖励你呢？就一个嘛。不如就一个嘛，就让教母带你六次班吧。然后你才就崩溃。
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们要输了哎、欸！输了也没关系啊。他们志在杀梅子啊。对啊。那我去做自己的事情喽。去啊！我还是勾搭中间的小帅哥。嗨，九太郎。哎呀，你看起来好硬哦。我是不是讲什么奇怪话？对。很喜欢，是不是？梅子，梅子，我来了，梅子！快，给梅子死，我们就可以活下来了。啊！我现在在拯救梅子吗？所以贤青叫我们退嫁了吗？谁？啊！太好了，终于退嫁了。怎么刚才贤青叫我们有来啊？有啊，刚来了。他刚离去。拜托，你怎么会找他来啊？我怎么知道呢？好像在突然 key 到了。你好奇怪哦。下次就算想要 Q 神仙教母，也拜托千万不要让他出来。你很累哦。应该是教母累了啦，我是还好啊，我还 OK 啊，跟大家聊天。真的好。对啊。梅子，梅子，哟，怎么了？你看哦，嗯，帝博啊，我就不想理你了。梅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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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哎、欸，你这么戴帽子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干嘛？你看哦，脱帽子。梅子，梅子，梅子，你不要再戴帽子。没有啦，你看哦。戴起来，又拿起来，又闲了。嗯，欸，没事。干嘛？下雨了。真的很烦嘞。哎、欸，梅子，走开了，我不要理你了。梅子，你理我一下嘛，理我一下嘛。干嘛？雨停了。哎、欸，梅子，你要签生前契约？对啊，谁要跟你生前契约？你才要签生前契约嘞。真的嘞！哎、啊，感谢你，我对好好、哦，对啊，那大家都可以去吃我的烂去了。还是因为大家给神仙叫我面子呢？对，应该是给神仙叫我面子，是给面子吗？是给神仙叫我面子了。一定要喧宾夺主一下。对，好，谢谢大家今天就是听了这么多奇怪的东西哦。所以可以请神仙叫我出来跟大家讲拜拜吗？我去上厕所。你说，然后你要叫神仙叫我们不用啊，他不用出来了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要关台了吗？好啦，真的要关台了，对啊。嗯，好，谢谢哦。好啦，真的感谢大家让我玩得愉快。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在偷懒了。对，我就是在偷懒。好啦好啦，真的感谢大家。好啦，那现在已经是晚上12点了，大家没事赶快睡吧。晚安，晚安喽。